中华关议会率先全国地方的议会连续第四冬举办地方治理论坛，这届特别规划真济接地气的主题，也来举办八场论坛，邀请专家学者甲民众做伙来讨论思考，关心地方发展。就着各界好评的中华地方治理论坛，今年就迈入第四年。今年中华关议会甲中华县政府做伙合作。规划多项接地气的主题，透过专家学者、议员、甲管护局处首长互相启发，共同发想。让年轻人，尤其像我们今天有吴老师，还有吴董事长，他从文化或是从产业面怎么创新，怎么让我们彰化变得更好，那府会和谐的情况下，可以经由这个论坛里面所讨论接地气的一个相关的作为，能够有更好的火花，能让我们彰化更美好，也让我们施政更一致。地方治理论坛有了近三年的经验，今年主题会搁较接地气。八场论坛的主题有包括地方创新、青年返乡、城市营销、观光推广、运动经济、体育产业等议题。最重要就是议长推动的运动经济的部分。其实我们已经进入所谓已开发国家的部分，那运动经济可以带我们身体健康以外，其实它有一些产业链，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次地方治理论坛讨论出可以接地方怎么去把我们的运动选手推上国际的一个想法。主办单位中华关议会指出，今年的论坛是来增加台顶甲台下的互动性，深化专业化的交流心得。其中也预告第三场的论坛，将邀请陈建州来做体育主题专题演讲者。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